三等技能爱心气球不会重生，七等周围猴子全能力加强，十等飞船气球秒伤。哎呦，好像很强耶。你还要晚点，神经病！你耍我，手机没电。好啦好啦，我重开一个，我重开一个。你是耍我？快速。P P P P。唉，西明啊，西明，你真的是让我难过。这个到底是谁呀？哎，是突破的话，麻烦请把 ID 改一改哦。这应该是镜吧，没记错的话，最下面应该是镜。那、啊、第三个是谁？老 G 吗？可是老 G 不是，不知道。哇，在这么后面啊。感觉没我的事啊！断线啦！再试一次。刚刚好像是我不小心放太快。等一下，等那个，等箭头都跑完之后，我们再放脚。放猴子哈！这款目前18块，想同乐的话赶快啊！那是杰瑞哦，白痴哦！这个目前18块，想赶快玩的话，想跟我玩的话，赶快去买哦。其实我也没很强啦，只是说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玩的感觉而已。抱歉，刚刚应该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们其实是习惯等箭头跑完之后再放角色上去。刚刚我的错，我的错。我最近又想去，不知道哎、欸。我最近其实有看上几款生存或是一些单机游戏啊，只是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啊，我常常玩一些游戏，结果我真的觉得很好玩，但是就是没什么人想看，我就觉得，吼，不拍了，不拍了，不拍了，这种感觉。杰瑞离开了游戏。好啦，看来杰瑞跟我不合。哇！你们是不是跟我不合？不是啊。哎、欸，今天网路怪怪的哦，看来。我不知道跟谁线冲到欸，怎么办？发生什么事？我跟谁网路冲到了吗？明明昨天还不错啊，怎么今天
怎么今天换我没朋友了吗？换我没朋友了吗？今天大家都不行，我不信，我才不相信。再一次，哈哈。哎，刚刚还 PPP， 什么现在已经变成 YMR 了、啊？其实这款感觉就是国外还是有很多人就是自己跟自己朋友玩啊。啊，对呢，先重开游戏。啊，这次再啊，这个又是谁啦？这第三个又是谁啊？等一下再断的话，大家重开游戏，不是啊，我重开游戏就好了。是说怎么改名字？你要先回主选单，然后左上角的齿轮点下去，就一个很像头像的东西，那边可以改名字，你就绑你实定就好了。奇怪，明明 ID 都是什么 Ghost 3还是什么的，你们却知道谁是谁，你们也太屌了吧！你开外挂、喔，我放这里。好啦，开心轻松玩。其实这款好处就是可以边跟你们聊天边玩啊。像其实平时我私下在干嘛嘞？要么在看别人的台，然后玩游戏；要么就是看影片玩游戏。反正就是自己私下就像这样子玩游戏，然后去看别人的影片，然后所以常常。为什么会发现我都在别人的台里面出现？就是我在玩游戏，也在边看台这样子。那好像没什么讲了，反正就这样子啦，蛮轻松、悠闲、简单。我怎么会知道？哎、欸，干那个某人是谁？不会是小鱼吧？还是艾琳？哪一个？会玩手机游戏吗？我手机游戏，我只有几款。哎呦，我的桌布好害羞。我忘记我换桌布了。我手机游戏 ：Pokemon Go、子母之母、弓箭传说，还有几款闲置游戏啦，就没有了。我其实很少玩手游了啦，因为那时候新版《子母之母》让我太失望。欸，应该说，我那时候氪最凶的游戏都嘛是《子母之母》。《子母之母》，我在上面花的钱，旧版的话，我好像花了10000多块钱。那新的子母之母，我在上面花了快20000块钱，这样不会卡，现在是蛮顺的啊。某人是你怎样？怎样？我就是英文不好啊，来打架啊！哎，这游戏应该有 PVP 模式吧？因为五代可以 PK 啊，六代有没有啊？六代我只看到对战而已。没有啦，因为我那时候是，我其实每个月都有给自己在游戏上花费的一定金额啊，因为我很久没有在游戏上花了，所以累积下来我就是差不多就是有20000的额度啊，那再加上
当时真的是很喜欢子母之母，可是我要怎么讲，我也没有说到很想要买他们的周边或什么，就觉得可爱，然后多少可以买。然后而且当时是那个杯面真是很强，强到说几乎是每个人都要拥有一只，但是我就是抽不到，就一气之下一直刻，还是刻不到，还没保底。这游戏没有打架哦，哈，不然那个谁艾琳，你去买五代，我们来 PK。好啦，这个位置是我的了。我，然后反正风之谷氪的钱还好像也差不多哎，反正我最近在把风之谷的装备脱手，就应该不会再摸风之谷了啦。那时候好不容易喜欢玩的那个阴阳师，那突然就是改得很难玩之后就没玩了。而且那个子母 land 啊，它比较难玩的一点是，它很多活动都是跟玩家 PK， 你打不过真的就没办法。然后子母的话，纯属单机，所以你不会有什么挫折感，你只是跟队友 PK， 队友比排名而已，跟你的好友比排名而已，反而就没有什么。怎么讲？反正没有什么压力吧，因为你常常跟朋友互打，打不过他，就觉得很烦。啊咻咻！哇，这真的好强哦！对啊，就是会赖截图啊，就说终于遇到你了，不，又遇到教主了，有的没的。可是你们那时候遇到我也没有说到很强啊，因为我只有角色没有练上去啊。所以我们这一场有谁在？我看一下哈，杰瑞没问题，这个是阿杯嘛，阿杯没问题，那这个是观众连线没问题，所以近是你的问题咯。但也是最贵的，对啊，我知道啊，2000块欸。开始游戏，组队模式。欸，真的欸，他只有组队跟开启耶，没有打架的欸，还是因为打架打到后面有人真的打起来，所以他把打那个 PK 模式给拔掉了。这以前有啊，来我们慢慢打哈，警主战。直播不能看很久，明天就要上课，没关系啊，你就看到去睡觉啊，只能这样子了啊。我也总不能一直逼你们一直看我的台吧？
你们还是有你们的生活要过啊。改用这个账来回复，可以啊。你像你这个名字，我就知道你是空语啦。哎，这是静哦，静。如果等下断线的话，好，给你机会。然后等下故意马上放角色，有没有？嗯，求求你给我个机会。哎、欸，有哎、欸，顺了顺了顺了。好啦，不干我的事，我免费也省了，交给你们了，加油！求求你给我个机会。哎、欸，感觉完全摸不到我这里呀、啊。明天要上课到学校睡，怎样？现在正德国中是现在都可以在上课睡觉了、哦。哎、欸，学妹，我跟你讲哦，以前我们班不知道我们班啊，我们学那时候我们学校只要有人在上课睡觉，我们就是那叫什么狗，也不是训导主任，那叫什么狗、啊？就是他会拿着扫把，就是巡逻。只要有人在上课睡觉被他看到，他就直接把他拖出去那个、哦、教室外面，直接用扫把打他、欸。不是打人，那是打屁股啦。哎、欸，然后我去看你的那个啊，看你 FB 啊，你那些毕业的学姐也长得太漂亮了啦。有几个看起来完全不像国中生了，已经像高中生了、欸。我没有别的企图，我只觉得长得很漂亮啊，长得很像那种叫怎么讲，日本妹吗？还是叫樱花妹？学务处主任，好像算是哎、欸。那时候就是很好笑啊，以为他在那个在扫地，结果他是用扫把扫在后面，边走路边在看那个教室里面。然后后来我们班就有两个在睡觉，直接被抓出去哦，是拎着衣服，然后衣服都破掉了哦。然后学务主任还不用负责，叫家长买新的给他这样子，超凶。你有没有考虑把他们也拉入这个恐怖的坑啊，来成为兔窝的一员？没有啦。我那时候也在想，要是哪天正德国中的老师或是我以前学校的老师找我回去演讲或什么的，就说你怎么成功，也不算成功啊，你是怎么开始经营啊，分享人生经验有的没的。我反而会就说那你就在上课画画啊，然后老师讲什么就不要听啊，坚持自己的梦想啊，然后不要上大学啊，一定会被我骂死，一定会把我骂死。所以你带了一个来，不是啊？你带的不是学姐，是你学弟耶。我要的是梅啊，没有啦。我不要的，我不要男生，我要女生。怎样？我就是很直接啊。我很做我自己呀、啊，你很努力在传教，可是你学姐不是毕业了吗？
我先看一下 Steam 还有什么游戏可以玩哦。哎，可是我听说我切出去画面会有点卡顿。算了算了算了。怎么他跟你？不是啊，同届，同届又怎么样？我说我要的是妹子，不是要，不是要有，不是要男生啊。没有啊，学同届就不能有学弟学姐吗？你只要年纪比他小，就是学弟妹或学弟啦。还是说我的观念错了？嗨，是无缺怎样？请说。新入股更新哦，可是我新入股也玩不下去了哎、欸。我新入股真的反而没有什么目标了，因为玩来玩去也还是那样子啊。好啊，你把你现在赖我，把你的 IG 给我看。不是啊，我看你 IG 要干嘛？我要看其他人的 IG 才对吧？哦，原来你是学长哦，那我也不要学长啊。哇，今天应该也是开到10:30啊，就是先3小时慢慢加。本来是打算6:00。吧，反正6-7点开台，然后开到晚上11点或12点再关台。我就觉得时间好像又太长，我好难拿，我还是不太会安排时间啊。我等一下吃太饱，我吃太赶。